19-16，对方的卡尔南多发球，加油，中国队，盯好对方的这个发球。王场又一个下网，那么送出了长点、关节点。四个长点，能追了一个，17-20。还是要一分一分来。好，再追。这个防守反击打得很精彩，把中场球给救回来了，还有一个长点。19-20，最后一个球是叶剑发球下网，双打的冠军，非常可惜。同时，也请我们把掌声献给中国队的李子健王场。请各位稍事留步，因为接下来有一份来自中国羽毛球协会的神秘礼物将要有点。